到处是特斯拉。富民大道，再逛一圈啊！准备冲马路。这里个华润万家，星期五的车呀，那是一个多呀。好安静。放假了，星期五放假，真的是无聊的一个地方。
看一下特斯拉超充，马上就要充满了啊！对，小鹏，小鹏偷袭特斯拉的代码，最惨的新能源，可能要倒闭了，我操！今天的视频乱拍就到这里了啊，拜拜。